左边的媒体十秒钟，哇，今天真的杀光很多体验，谢谢我们媒体好朋友的支持。十九，左边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我们再回到中间十秒钟好吗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，看前方。好，我们再给右边的朋友也十秒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中间，让我们媒体朋友来捕捉任容萱。真的，容萱的美丽奇迹跟美丽魅力真的是震慑大家了。好，给大家最后十秒哦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再播出一些时间，保留给我们的媒体来做采访跟拍照。我们再一次的热情妈妈，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任容萱，和任妈妈一起送上掌声还有尖叫声。来，我们请容萱来跟妈妈一起同台。好，先让她整理一下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要先请任妈妈跟容萱打个岔，能不能把这个台子的灯关掉？好，那我来提醒大家，我们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台子的灯等一下关掉，可以拍，才可以拍到我们容萱跟妈妈最美丽的照片跟画面哦。好，那么呢，等一下我们要先请任妈妈还有容萱跟大家 say hello。我们先请妈妈跟我们现场喜欢你的在搜狗的媒体朋友呢，还有现场的嘉宾朋友打招呼一下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几句话。辛苦你们了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妈妈超有亲切感的。好，哎，容萱呢？容萱差不多了吗 ？OK 了吗？掌声欢迎任容萱。喜爱你的媒体朋友，还有现场的嘉宾朋友，还有好多学生朋友啊，还有喜欢 art 的朋友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好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任容萱。你们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非常好。那么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大家呢一起来分享。首先呢，我就要来访问一下任容萱还有任妈。听说呢，这个任妈是第一次帮我们所有的保养品牌呢做正言推荐哦，而且我们非常幸运呢，就是 Arden 邀请到任妈和任容萱。那我们要想请问一下任妈妈，这次帮我们 Arden 的品牌呢，尤其是我们的时光逆转系列来做这个推荐啊，做正言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我心情很愉快很开心，因为可以跟女儿一起工作，然后又是国际品牌的，是以前就在上班的时候就用这个保养品，所以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。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听说妈妈是我们 Arden 的最忠实的这个粉丝哦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的问一问。那我们来请问一下容萱，第一次跟妈妈，就是第一次献给 Arden， 两位的第一次都献给 Arden， 为这个时刻来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因为妈妈是第一次哦，帮我们的品牌啊，就保养品牌做证言。任容萱就是第一次跟妈妈一起帮保养品牌做证言。容萱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其实我很开心能够跟妈妈一起出席这个活动，并且为这个保养品牌做证言，因为我觉得能够跟妈妈一起变年轻、变美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。掌声鼓励一下。没错，分龄保养的概念就可以让妈妈像姐姐一样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妈妈你真的是很年轻，皮肤超好的，你们两个走出去说是姐妹一点都不为过。那我知道妈妈是老师哦，对很多的东西要求都很高，所以呢，听说妈妈在这个保养的时候，运动啊、饮食都很注重，而且你不太喜欢医美的一些方法，比较不自然的方法。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妈妈，这次在使用我们 Arden 的产品呢、啊，这个奇迹复活系列，那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她在帮我们 Arden 打几分？我其实蛮在乎，像我们熟龄的皮肤呢，都会比较，一般都会比较松弛，然后比较缺少水分。所以呢，我其实很在乎，因为我每次在街上，我都会看人家熟龄的女生的肌肤。那我现在用了这个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每次都用它来一整个脸啊、脖子啊都给它涂的，然后就觉得比较紧实。嗯哼，感觉如果给 Arden 打分数，你会想要帮他打几分呢？我想应该100。再加分！哇，老师有加分哎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加分，超好的，妈妈你好棒哦！加分，哎，老师很少给人家打满分，而且还加分，这就不简单。好，那容萱呢？听说容萱呢、啊，之前最近在台湾有新戏，你要帮自己 promote 一下。之前在大陆拍戏，你知道
我之前看很多的电视剧，女主角从第一集到第三十集皮肤状态都越来越差，长痘痘，会有很多的细纹，她看到我都吓到。这其实啊，女艺人是靠脸吃饭，拍戏尤其是都很多近距离。那容萱怎么办？去当拍戏，你有没有什么保养的撇步？其实每次听到要拍戏就会很担心，因为长期的带妆会很怕脸就是会很干涩，然后非常的就是会长一些奇怪的东西。那像我最近在拍七个朋友，我们前一阵子才去澎湖，澎湖超热的耶，风又大，风非常的大，大到就是我觉得我整张脸都干涩到不行。可是我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尽管白天在外面拍，被风吹的脸很干，但是要回到饭店，我打开我的胶囊，黄金导航胶囊，是马上就当脸做了一啊，而且就恢复了那个水润的感觉，所以我完全不担心。没错，容萱说的就是这个黄金导航胶囊，而且容萱发明了一个新方法，叫做认识黄金胶囊 SPA， 夏天也可以用，冬天也可以用，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没错，其实保养可以分夏天跟冬天，我以前也没想到，后来就是发现，其实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导航胶囊冰在冰箱，然后拿出来用，就冰敷自己的脸。夏天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敷一层，就像热毛巾，就会对自己的脸就觉得好像做了一趟 SPA 一样，然后每次敷完就觉得自己好像刚做完脸了，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做完脸的感觉。没错，而且你知道拍戏啊，都在荒郊野外或是很偏远的地方，根本没有机会，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地点可以做美容跟 SPA， 所以把它带在身上哦，真的是冬暖夏凉。没错，对，全方365天天天都可以保养的方法哦。而且我个人呢，就把它习惯拿来变成晚安面膜的方法，睡觉之前做完清洁保湿就把它涂上去，然后隔天就好像去做完脸的效果是非常厉害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容萱跟任妈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个互动游戏哦，但是我要先考考大家几个问题。我要请呢容萱跟任妈妈，等一下哪边的声音大你就帮我把礼物往那个方向投递好不好？好。